下来。加速，快把它甩掉！你快追，快追！睡觉呗，现在就只好等吴清了，看看他们两个能不能先做一个。王妈，这儿没你事了，先回去吧。精细嘛，这可比请赵小姐吃饭隆重多了啊！那当然，请吴清干爹吃饭，他是长辈啊，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儿子长大了，懂事儿了啊。人这一辈子啊，不容易，应该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，对人对己都应该这样。这好好的，干嘛说这些话呀？不就一顿饭吗？至于让你这么感慨吗？你不会惹什么祸，要麻烦你吴清干爹吧？妈，我能惹什么祸呀？再说了，您苗老板的招牌，可比他吴局长的招牌响亮，对不对？你真没惹什么祸呀？没有，妈，你坐，咱娘俩先喝一杯。等吴清干爹过来给咱们吃饭。好。妈。好，谢谢。来吃面吗？你说他怎么还不来啊？等着你。好像只有司机一个人。好像是啊。怎么回事？那他们今天晚上是不会来了，咱们走吧。局长，啊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吴局长。杨老板，儿子，干爹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我是第一次到你们家吃饭，对，恐怕也是第一人吧。没错，我感到无比幸福，无比荣幸啊。请坐吧，干爹，请。干爹啊，您坐好了。高兴吗？哎，高兴。干爹，哎，我先请您喝一杯。今天这顿饭可是欣然亲自为你准备的。干爹，来，干爹，敬你一杯。来，哎，给儿子。既然呐，干爹，我得谢谢你。那，干爹，我盼今天盼了多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，我已经是你们家的座上宾了啊！来，干爹，儿子再敬你一杯。
也懂事了，长大了啊。我是个认真的人。这些年呢，你对我们娘俩的好，我都记在心上。你不容易，确实付出了很多。这顿饭啊，算是我和我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照顾和关心。来，妈，咱们一起敬无情干爹一杯。对对对，应该。好，好，敬你。哎呀，只要让你们娘俩幸福，啊，我受点委屈啊，辛苦点算什么？坐吧。啊，哎呀，当汉奸不容易吧？熙然，是不是好处多多啊？熙然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怎么跟干爹说话的？熙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走狗？熙然，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，当着日本人，我们才过得幸福。人生很短暂的，不要为了什么节操、什么主意而委屈自己。那你就过好自己的好生活，至于去破坏那些爱国抗日的勇敢之士吗？熙然，你干什么？孩子喝多了，你可别……看来你都知道了。有句话叫“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”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看来，跟你这样的走狗，只会白费口舌。熙然，你太过分了。这瓶拉菲。算是我为你践行了。啊，熙然，你熙然，熙然，你也抽到。把这放下。熙然，杀了这个狗汉奸！别冲了啊！听妈妈的话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！动！别动啊！别动！你别冲动，把枪放下。熙然，你把枪放下。听我慢慢的跟你解释，还不请你狗汉奸解释呢？熙然，你听妈的，你起来，我打死了你！起来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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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然我把他勒死！你放开我妈！放下！你放开我妈！放开我妈！王八蛋！放下！放下！放开我妈！放下！遇到危险。
第一个拿你当挡箭牌。这就是口口声声说最爱你的男人干出的事情来。妈，你现在看清楚他们的嘴脸了吧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？什么在哪儿？还没来呢，好好盯着。Ah!
少爷，张新军的车怎么办？要不，咱就给他扔这儿，到时候还能来个一箭双雕呢。日本人多疑狡诈，我们要是把车扔这儿，反倒是被他们觉得是栽赃。我们还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车给张新军开回去。只要日本人查到这辆车，张新军就跑不了。对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少爷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撬锁偷车的呀？回头你可得教教我。撬锁这种事儿不是君子所为，我是不会去干的。那这车，我趁张新军不注意配了把钥匙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是一点小事，难不倒。要干就干票大的，我可不像陆子中他们几个，杀几个日本兵就比谁都有本事了。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妈，我想请吴昕干爹来家里吃个饭，你帮我安排一下。儿子手里，总比死在日本人手里好。姐，二姐，来吧，来吧，妈。
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吗？傻子，我会啊。你发誓。我发誓，艾小曼会永远、永远都陪在陆子正身边的。这可是今天早上刚刚上市的鲜花，我呀是花大价钱买下来的。来看看怎么样？牛老板，你怎么心事重重的？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？张先生，你听说过那位死了的莫老师吗？那个蠢女人呢，早已不幸丢了命。你怎么突然想起她来了？要是哪天我也落到她这样的下场，张先生，你也会这么漠然吗？梁老板，您造诣那么深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吗？可是现在的世道不同了。世道再不同，跟咱们也没有关系。您呐，还唱你喜欢唱的戏，我呢，依然给您捧场。生死有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我只希望我儿子能好好的。好了，苗老板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谢谢先生。苗老板，打扰了。冈本先生，请您过去畅谈会。冈本先生可真有雅兴啊。对不起，一会儿我还有演出呢。这个苗老板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剧院的经理打过招呼了，接下来的戏有人会替苗老板唱的。我的戏谁能替我唱？苗老板，崔先生啊，崔先生，我是来替冈本先生给苗老板送花来了。张先生还真是有幸啊！不过，恋慕苗老板的人多是多，可100个也抵不过冈本先生一个。苗老板是凤凰站高枝，和冈本先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村野先生，你可真是抬举我呀！既然冈本先生请苗老板唱堂会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苗老板，苗老板，请吧。苗老板唱堂会，哼，大年初一头一回啊！妈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冈本先生请我去唱堂会。请唱堂会，没搞错吧？妈，
您自入梨园起，可就立下了规矩，一辈子不尝堂会，这冈本应该知道的。是李公子吧？你要是挂念苗老板，要不就一同前往啊？既然。妈，难道这冈本比你儿子的重要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了，你是要儿子，还是要冈本？去还是不去？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你到底去还是不去？侧叶先生，要不苗老板，冈本先生的邀请还没有人拒绝的先例，难道苗老板想破这个例啊？请我去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不过烫自己不算是用事，在我们大日本帝国，只有失败者才会解封啊。爹妈，带少爷去医院。是。大白天的鬼哭狼嚎的，死人了！金门这么大，死个人有什么了不起？见天死，谁死了？吴清吴局长死了。谁死了？吴清吴局长。真的死了？真的，刚收到消息，护城河边刚发现一具尸体，正是失踪的吴清吴局长。使劲卖命这么多年，他还真敢一声不吭的说死就死了？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幸福的嗝屁了！哎，兄弟，吴哥这位当局长了，咱就吃香喝辣的了。他妈娶媳妇儿了你啊？
这个时候你眉开眼笑，你想害死老子？哥，你收起你那茄子来，该苦瓜了。你滚！哥，滚！真的死了。苗老板，苗老板，哎呀，苗老板，光临海社真是蓬荜生辉啊。冈本司令，您客气了。苗老板，上一次跟您没有唱成戏，我一直希望着苗老板再次光临。冈本先生言重了，今天您想唱哪一出，我都奉陪。唱完了，我还赶着回去呢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冈本先生，请。见笑了。当今山呐、花开爱意，点红原来身把宣春。终于明白了，苗老板为什么宴酒尽了。苗老板的神韵，眉眼之间，举手投足，无不风情万种，令人动容，也让冈本食不知味。冈本先生。苗老板，你多虑了。冈本一向敬重苗老板，苗老板不愿意的事情，当然了，苗老板见过那么多达官贵人，对冈本并不放在心上，请喝茶吧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去，我去。什么？护城河边发现了吴局长的尸体，吴局长吴清死了。
苗老板，您怎么了？吴局长天天都来听我的戏，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？这太可怕了。吴局长是苗老板的铁杆戏迷，苗老板受惊了。康德先生，我听了这事儿，这心里特别不舒服，我想先告辞。啊，那请回吧。回。送苗老板回家吧。哎，苗老板请。苗老板。你受惊了，卢军的死只是个意外，希望不要引起民众的混乱。苗老板代表着金门的神韵，希望苗老板一如既往，给金门市民以安宁、平和、良好的印象。哎。谢谢。哎呀，吴局长啊！吴局长，冈本君，这件事为什么不交给我去查？一个中国人的死，不值得我们亲自去调查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那就是如何统治好金门，而且有的时候用中国人办事，比我们做得更好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吴局长是我们忠实的朋友。没想到他却死在这儿了，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耻辱。吴局长他就没了呢，他没让带我个亲儿子一样。这笑容，这本质。